这只手一定还给他。陆景春，你知道这双手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再也不能弹钢琴，逼死我吧！又一个。瞧瞧，沈家的大小姐竟然沦为人间下去，这楚楚可怜的勾魂酿不还是被陆总给抛弃？ 陆景春，今天你刑满释放，希望你今后遵纪守法，不要来这儿了。陆景春，我们两清从此以后一别两宽，再不相见。静姝，你被陆金川送进监狱之后，阿姨受不了打击，脑梗倒下了。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妈妈，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害了你和爸爸。静姝，别这样，你一定要坚强。我相信阿姨一定会醒过来的。笑笑，你说的对，我一定要坚强，我不能倒下去，我还要努力赚钱，给妈妈赚医药费。 客人，您的菜齐了，请慢用。沈姐姐，你怎么在这儿？陆景川，又见面。客人，您认错人了。哎，沈姐姐，三年不见，你瘦了很多。你别碰我！我只是想跟沈姐姐聊天，可是……沈静姝，给然然道歉。 陆总，不好意思，新来的不懂事，冒犯您了，还不给苏小姐道歉？哎呀，沈姐姐！ 你的手流血了，我不要你家好菜。沈姐姐，你坐了3年牢，怎么脾气还是这么暴？什么？坐牢？你们餐厅还真是什么人都敢。我们走吧，人。陆静姐，我求求你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得罪谁不好，得罪陆总。 赶紧滚！刚出来就勾引静川哥，你还真够贱！啊，勾引他，他为了你把我送进监狱，弄断我的手，我巴不得他去死，恨不得你们。 你都不去死！你别忘了，你可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这海爹来的，否则我不会放过你。滚！唐小姐，请您冷静一下，这医药费已经欠了50多万了。但沈小姐，您来了。
尽快补齐您母亲欠的医药费吧，麻烦你了，我是小姐，都怪我没用，金叔。笑笑，这3年来我妈妈的医药费都是你在负担，我不能再拖累你了啊！听说你们那儿在招清洁工，我可以试试吗？我们那儿，我们那儿可……我被餐厅开除了，现在只要能赚钱，做什么我都可以。 不好意思，是你，静初，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小鱼仔，你真要去美国读书啊？那可不，你现在叫我声江鱼江大佬，等我混成金融巨鳄回来罩你。谁是大佬啊？谁是大佬？你是大佬。江总，王局长。哎，静初，你刚才喊我什么？江总，当初你父亲联手陆景川逼死我爸。 又害得我妈成为植物人，我现在一个刚出狱的罪犯，应该怎么称呼你？对不起，静叔，我当时在国外，我回来。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好，不提了。可是静叔，你不能待在这里。怎么？江少，觉得我一个做过牢的女人，能在这里拖地的资格都没有？静叔，我回来了，我可以保护你的。够了，江总。 请您自重，梅姐，您找我，沈金叔，是老板要见你。老板，进去吧。你是沈金叔，这一次。 可是你自己撞到我手里的，陆总，对不起，我不知道皇朝是您的产业，我马上就走，保证再也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你到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你以为有江鱼做靠山，就能从我手里逃出去？没有，以前你就和江鱼举止亲密。 现在还想靠他翻盘过上好日子，你别忘了，爸的死跟他江家也有份。我跟谁亲密跟谁上床都跟你没有关系。已经拜你所赐，我家破人亡了。难道你非要逼死我你才满意吗？怎么了？不用你管，沈金叔，你们沈家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死才便宜你！我会一直折磨你，让你求饶，求死！不是喜欢勾引男人吗？我成全你。梅青，告诉今晚所有客人，从今天开始，沈孝文的女儿，曾经的沈家大小姐，就会在皇城，两营宾接客。是台了，赶紧换，去接客。我是不会换的。 给你一份钟，自己换，上门可兄弟们。沈小姐，这里是海城医院，你母亲的医药费已经拖欠太久了，请您务必在3天内缴清欠款。你别这样，有什么趣？我就喜欢存的。第一次要贵一点，我懂。小小气，小气可以，把这个我都给我喝了。我也，咱要不要？ 请您务必在3天内缴清欠款。从今天开始，沈孝文的女儿，曾经的沈家大小姐，就会在皇城一并接客。
陆总，因为心脏病，不要动怒。沈静书，没想到你居然混到这种地步。听说了吗？ 潘总刚刚在后巷被向总打了，向总，向北，陆景川是不是？跟我走，我会给你赔酒的。都是。放废话，赶紧走。哎，王上，是我们新来的姑娘，没玩得尽兴。那就先认认怂。这里吃了，把这些酒喝了。这钱。 这是你的，我不领。何不领？王上，您慢慢玩。你好，您放开我！你们干什么？啊！ 我说不了，我们接下来啊，玩点别的。苏小姐，这沈静书什么来头，居然让陆总打了我一巴掌！这个贱！今晚王上回来光顾，我来安排。<笑> 你放开我！臭娘们，打我！陆总，向北，把他的手剁了，给我去喂狗。陆总，不要，求你了，再给我个机会！陆总，你饶我一条命！陆总，陆总，王上今晚又去皇上消费了，现在沈小姐在陪他喝酒。 什么？静书，别怕，静书。别碰我，我已经把你真诚的恶心。我宁愿被王少那样的人折磨到死，我也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哪怕一秒钟。沈静书找死！是，不是找死？沈静书落得如此下场是半神仙，当我还活着的时候，谁不尊称他为一声沈先生？ 可是最后，他从二十七楼摔下来，他肉鱼，他成了植物人，要靠机器续命，还有我。他在监狱里的时候被划了137刀，你要看看他吗？你说说，什么都别说了。陆景川。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有最美好的，我们把它撂结婚了，我们有最美好的。陆景川，我真的很恨你，你曾经给了我对爱情、对婚姻最美好的幻想，可是最后，也是你亲手把这一切都撕碎了。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这3年里的每一天。 我都在煎熬，路过。如果有下辈子，希望我们不要再遇见。 金川哥，你醒了，医生说你心脏受到刺激，所以晕倒了。沈静书，
他怎么样了？景川跟医生说你不能太激动，快躺下。不是你嫌弃书，他人呢？他在隔壁病房，向南正在帮他检查。哎，你是不是对他心软了？他可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还差点害死你。我只是不想让他死在皇城，碍了我们的生意。要不然他走吧。 省得他成天在这碍我们的眼，下周我们就要订婚了。他的事不用你管。哎，沈静书说过，再出现我绝对不会放过。陆总，您来了。他怎么样了？孙小姐情况很不好，她长期营养不良，现在又有胃出血的迹象，今后一定要禁酒。 而且他在监狱里面应该被多次凌虐过，身上都是伤痕，还有什么？这段伤疤好像是剖腹产，难道沈小姐的监狱？没什么，陆总，您身体不好，要注意心脏，别担心他。我怎么会担心他呢？笑。 啊，对不起，陆总，我扶您休息。新春，别让他死了。我这是在哪儿？ 沈小姐，这里是医院，我是陆总的私人医生向南，您小腹上的刀疤是怎么回事啊？伤疤，我的头，额头。沈小姐的症状好像是创伤后应激反应，再加上这道伤疤，难道真的？嗯，到底什么时候才行？ 我真的要坚持不住。苏依然，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你晕倒了，来看看你。苏依然，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是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在出现在金川哥面前？ 我说的话你怎么就是不听？虽然，我告诉你，我之前对你有所顾忌，是因为我在乎陆景城。可是我现在烂命一条，什么也不在乎。你要是敢招惹我，我一定奉陪到底。什么都不在乎，你不在乎唐笑笑吗？不在乎你那个植物人的妈？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碰他们的话，我还是死你也会拉你陪葬的。谁说你住手？儿子，你没事吧？金川哥，我听他说晕倒了，所以来看看他。可是没想到他想想三年前要害我，好怕。沈静书，你找死！快跪下来给爷们道歉！道歉，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给他道歉，是吗？ 向北，把这个植物人给我管得够我拔了。不是你想你回来。陆景川，不要逼死我，你才甘心吗？啊，景川哥，我头好晕。 小白，拔！不，不会。不会。
陆景之，你真的从来没有在乎过我，哪怕一次。错了，我错在不该爱上你，吃过的这批人，你把我和妈妈一起带走多好。我是你啊？你希望是谁？陆金川吗？别提他。我不提他。静书，你看看你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我说过我可以帮你的。你设计以前得过奖，我可以帮你开个设计公司。你钢琴弹的也好，我还可以帮你开个巡回演奏会。我已经弹不了琴，也画不了画了。对不起，是我回来晚了。少爷，向北刚刚给您和老爷送来了陆总和苏小姐的订婚宴邀请函。怎么了，静叔？嫁给我了。小雨，带我走吧。别怕，我在，我会保护你的。一会儿你把这个送进去。可是沈小姐原路。闭嘴！我要让静书彻底死心。苏小姐只是皮外伤，缝针之后静养就好。金川哥，我怕沈姐姐会再对我下手，你像上次一样送她去坐牢好不好？他在监狱里面应该被多次凌虐过，身上都是伤痕。不，坐牢太便宜他了。锦川，你父亲去世以后，你在我家待了这么多年，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把依然交给你，我很放心。你尽快把外边的事处理好，下周订婚。我不希望再发生什么事端。明白，苏伯伯。然然，你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爸，你个废人，赶紧让陆金川娶你！我要不是为了拿下他们家的产业，我怎么会养他这么多年？知道吧？沈静说他怎么样了？今早被江少接走了。去把他给我带过来。是。等等，他妈妈的医药费我匿名支付。谢谢你啊，江鱼。我刚刚听护士说，有人给我妈妈预存了100万的住院费，我想一定是你。啊，那你现在可以安心跟我去度假了吧？那你等我，我去把车开过来。静书。项目的事情交给我做就好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这样吧。一封信，真的吗？好看吗？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少？金川啊，金川哥，你叫我什么？啊，没什么。金川哥，订婚宴快开始了，我们走吧。陆总，不好了，沈小姐出车祸了，而且伤势非常严重。什么？什么？陆总，你怎么样？金川哥，你怎么样？小兰，备车。金川哥，你去哪儿？我们订婚的仪式还没开始。沈静书，一定让你不得好死。你过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
江云，你是不是疯了？滚开！陆景川，你这么着急过来是害怕他已经死，还是担心他会好？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撞他的司机就是一直跟着向北的老李，你敢说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什么？陆景川，我知道你跟沈家有仇，可是沈孝文已经死了，你的仇也报了。静叔是无辜的。 我请你别再伤害他了，可以吗？你凭什么提静叔求情？那如果我拒绝，那我就算豁出性命来，我也要保护他。江，我用的东西就算扔了，也不会让别人捡走，懂吗？沈静叔不是你的所有物。别吵了，这里是医院。静叔，静叔。 放过我，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 麻烦请让一让，今日需要休息。陆总，老李是谁？王姐是半年前犯下错误被开除了，这是车祸，有可能是为了报复，也可能是被人收买了。立刻给我去查，还有通知江家，让他们管好江宇，否则。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一个蠢货！之前你样样不如沈静初，现在他都成块烂抹布了，你居然还能让他把男人抢走？那个司机就是个饭桶，连个人都撞不死。现在陆景川正在满城找人，千万不能让景川哥找到他！这还用你说？ 为了给你们擦屁股，老子费了多少心血，还不滚？就干你的正事去！陆总，我第一时间封锁了所有出入渠道，外面整个海城都没找到肇事者，我正在一一排查。不用找了，能躲过你搜不网，只怕这个人已经死了。郭先生，你怎么来了？林凯哥。 今天丁红艳你匆匆离开，我很担心你啊。这次是我让苏伯父失望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给朱安伯父满意的补偿。靖川哥，难道你只关心爸爸的感受吗？然然，早点休息吧，我今天累了。靖川哥，你是不是还爱着沈静初？依然，我很感谢伯父养了我这么多年。 并且帮我报了仇，我答应过他会娶你，也请你做好自己的本分。锦叔，一定要你不得好死！要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仇恨。 该多好！你终于醒了，昏迷了三天，吓死我！谢谢你，小鱼仔。你叫我什么？小鱼仔啊。你刚刚死里逃生就调皮是吧？静叔，我知道我爸对你们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事情，我也不能拿我不在国内当借口。 但我还是想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可以吗？江云，谢谢你。这三年来，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活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要弥补。结束。你出去。 我有事和沈静初说。陆锦川，有什么事你当着我的面说。我和我前女友的床事，你也要听？
干什么的？传话。静叔是我。江宇，你听我说，静叔，这两天我会接受家里的安排回欧洲，我也会带走伯母和唐笑笑。等过一阵，陆新川放松警惕，我再派人来接你。嗯，恢复的还可以，等过两天就可以下床休息了。怎么养个伤也这么不安？我可以出院了。这么着急出院，想和江宇早点团聚吗？别做梦了，沈静叔，你真的以为江宇那么在乎我？我只不过给了他江家一点印象，他就马不停蹄的去过。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站着，干什么？给病人换床单。沈静叔小姐，欧洲的景色比这里更美。南门外打着双闪的红色轿车。这么着急，想要去哪儿啊？这么着急，想要去哪儿？满怀希望又陷入绝望的感觉怎么样？沈静叔，我告诉你，江瑜他只是故意顺从，他已经悄悄把你妈妈转移到欧洲了。你以为他们逃到欧洲，我就找不到他们了吗？啊！你放开我，陆金川，你要干什么？怎么，就这么忘不掉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金川，就算当初的那一切是我爸爸做的，我已经家破人亡了，经历过的一切我都经历过了，这还不够吗？够！我告诉你，沈金川，这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只能我说了算。旧梦太美，只能叹息。怀念陆金川，你放开我！放开我！和江云就纠缠，和我就不行。你别碰我！你想让谁碰你？江云吗？温柔藏在残酷记忆，剪去相拥的下雨，别的都放逸。看到这些伤疤，没有兴趣了是吗？可惜吗？这些都是拜你所赐。混蛋，沈静叔，我劝你最好也安分一点。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离开陆家一步。喂，向北，去给我查一下沈静叔身上的伤疤到底是谁做的。什么？静川哥在查当年监狱的事？苏小姐，监狱里的事可都是你让我做的，你可千万得救我啊！荒神，当年监狱的视频已经被我销毁，你入狱的身份又用的是假的，按我说的，尽快解决掉这个贱人。你怎么在这？这是我未婚夫的家，我怎么不能在这？倒是你。一个坐过牢的烂人，也能恬不知耻地住进陆家。未婚夫，
我倒是听说你未婚夫为了我，把你抛在了订婚宴上。你说可笑不可笑？当年你打着妹妹的名义勾引他，现在模仿我当年穿的衣服，梳着我当年梳的头发，可是他好像还是对你没有兴趣。我闭嘴。苏怡然，我警告你，过去的沈金书已经死了，现在你最好别来惹。沈金书，看来你平时可怜兮兮的模样就是装的，像你这么的，难怪你的孩子也不会选择你。你说什么？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这条疤是蓝美妍留下来的？苏怡然，你对我到底做了什么？你在干什么？苏怡然，我杀了你！夏门，夏门，镇定剂。先出去吧，夏楠。是，陆总。你来这里干什么？上次订婚被这个女人破坏了，我爸说希望我们尽快领证，好挽回苏陆两家的颜面。出去。陆总，监狱的监控修复好了。你看他不要太激动，拿过来。沈小姐入狱前已经超过三个月生育，在监狱中被扼打流产，最后取出时，沈小姐硬是大病一场。挖地三尺，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是。等一下，杜总，他现在身子很弱，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是。静书，对不起，是我害了我们的孩子。陆景川，我们能不能放过彼此？江宇，你们在哪儿？满怀希望又陷入绝望的感觉怎么样？什么事？你以为他们逃到欧洲，我就找不到他们了？你看，陆景春，你究竟把他们藏到哪里去？孩子，我什么时候有过孩子？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要去找苏怡然问清楚。求求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还给我！你是谁？这个录音里为什么是我的声音？沈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不仅忘了我，就连自己的孩子也忘了。红姐，你都知道些什么？我的孩子到底在哪儿？来的还挺快，红姐，你究竟把我的孩子藏到哪里去了？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跪下求我，我就告诉你。我求求你告诉我的孩子在哪，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沈大小姐，孩子在牢里一样听话，这么乖。不过你的孩子。就在你眼前呀！你忘了，你生下来之前，你的孩子早就死了。
之间镌刻永远，昨日的情景在浮现，流荡在心底，化一缕烟飘散。陆总，不好了，沈小姐不见了。什么？我要杀你！找死！我也是拿钱替人办事。陈继书，徐小姐。孩子，我的孩子。静书，徐小姐，沈静书，徐小姐。你这么无用。静书，静书，静书，陆总，请在外面等候。就，否则我让你偿命。是，陆总。陆总，至于爆炸女人，就是我们找了红姐，警方在现场发现地址炸弹的残留物，红姐应该是被灭口了。另外，我查到红姐的丈夫是老李，就是上次沈小姐车祸的肇事者。还有，说，还有刚刚在森林叫我说他看到一个女人身影，但没追上。立刻给我去查，这件事不能抖露任何方式，包括苏家。是。静书，别激动，静书。静川，我要杀了你，陆静川！静书，就是你害我的。别动，静书，你的伤口。静书。静书。对不起，静书，静书，对不起。静书，喝口水吧。我爸的命，我孩子的命，这下够了。和我一起去看看孩子。我给我们的孩子安了一个新家。之遥，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陆之遥，好不好？我今天才求婚，你现在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会不会有点太快了？才不快呢！我从见你的第一面开始，我就连以后我们去哪里养老都想好了。好，都听你的。孩子，对不起。是爸爸没有照顾好你，陆景川，明明是你让红姐杀了我们的孩子，可是你现在却在这里假惺惺的忏悔，你有意思吗？我不知道你怀孕，我更不认识什么红姐，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和孩子一个交代。如果下手的人是苏怡然呢？无论是谁，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陆景川，你最好记住现在说的话。静书，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景川哥，
是不是很疼啊？没事。我爸说下月初八是个好日子，让我们赶紧去领证结婚，省得外人说三道四。如果下大雨，是苏怡然吗？依然，我最近可能有些事情要处理，我们的婚约得要延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因为沈静说那个贱人？依然，依然妹妹啊，我跟你静川哥在三年前本来就已经要结婚了，不过因为一些误会耽搁了。现在误会解除了，我们自然还要在一起啊。误会？你爸害死了陆伯父，靖川哥又害死了你爸，这样的深仇大恨，你跟我说是误会？一命抵一命，你就该如此吧。沈静书，你不要脸！苏依然，你给我滚出去！静书，我们上一代的恩怨，就让它结束在上一代吧。但是害死我孩子的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放过，包括你，陆景川。结束，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结束。今晚的月亮好漂亮，风也温柔。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等一下陆静川，我还没有准备好。好吧，是我心急了，今天晚上就不好使。蠢货，连沈静书这样的货色你都斗不过，我谁白养你了？爸，我已经想好计划，这一次一定亲手杀死。就凭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老李、红姐还有江鱼在欧洲的车祸，你哪一件办成了？难道就看着沈静书嫁给陆金川吗？事到如今，不得不走一步险棋了。我要让江家知道，江鱼是为了帮沈静书出逃而惹怒了陆金川，才在欧洲出的车祸。把金川哥牵扯进来会不会太冒险？蠢货，这样不仅可以离间沈静书和陆静川，还能让江家对沈静书下手泄愤，而江家和陆静川也会分崩离析，这叫一箭三雕。靠！你给我出来！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扫把星，你克死你爸爸还不够吗？你还在害我儿子！陈阿姨，你是有江鱼的小雪是吗？就是因为帮助你，他才被陆总迁怒，还出了车祸。你倒好，在这里心安理得的享福。你这种贱女人，没良心，就该下地狱。说货，强云他怎么了？还有我妈和笑笑，还好吗？就是因为你，我儿子才得罪了陆晋川，车子被人动了手脚，我儿子到现在生死未卜。就是因为你呀、啊！小白，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害人精，你这个害人精，你还我儿子！静书，你没事吧？静书，陆景辰到底把江鱼、我妈还有笑笑怎么样了？我一直都联系不到江鱼，果然是因为你！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沈静书。你就没有为我着急过吗？你真的就这么在乎江玉？景川，你这个疯子，你这个魔鬼！
江鱼的车祸不是我，他出车祸后，我就只找到了你妈妈，并没有找到江鱼和唐笑笑。没想到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怎么突然这样？沈小姐，您的话太伤陆总的心了。其实。 陆总挺照顾沈太太的，之前医院欠费的事也是陆总交了100万。谢谢你啊，江鱼。我刚刚听护士说，有人给我妈妈预存了100万的住院费，我想一定是你。肯定是你，对不起，锦叔。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让我们才背负这么深的仇恨。 是我真的好累啊，静叔。我也想好好爱你，静叔。行了，静叔。今天我会出差，下个月才回来。你放心，苏依然那边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不会再来找你麻烦。我不在的日子里，你最好也给我安分一点。 我会把向北留下来照顾你。谢谢你，那个，能不能把我妈妈接回来？伯母的体征刚刚稳定，等过一段时间，我就把她接回来。谢谢。走了。 没有。这个鱼汤是不是坏了呀？啊？怎么回事？这么恶心啊？没有啊。恭喜刘小姐，你怀孕了。什么？医生，你确定吗？确定，现在还刚满1个月。 胎象还不是很稳定，现在务必小心些。1个月前，是3月，上一个宝宝也是在3月怀上的。这样，是你回来找妈妈吗？静叔，我要当爸爸了。医生说才1个月呢。别紧张，这一次咱们一定要好好养。 我已经给你找了最好的营养师和孕产科专家，专门负责咱们的孕期调养。这一次，我一定会当一个称职的好爸爸。你在干什么，静叔？啊，我想给孩子做一些小衣服。太伤眼睛了。明天我就去收购2个婴幼儿服装品牌，让他们最好的设计师给咱们的宝宝设计衣服，用最好的布料去做。 可是我想亲手做啊，之前在监狱的时候，我也做过几件小衣服，可惜最后没有用上。就说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和宝宝的。忙什么呢？ 刚出差回来，多休息休息吧。回来的路上，我就让向北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什么？这是我老家祖宅的房产证，我记得在爸爸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被拿去抵债了呀。 怎么会？我很早就买下来了，现在物归原主。静叔，就当是为了孩子，让我们忘掉过去，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清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能回得去吗？
想吃什么？我让厨师去做。我想吃玫瑰饼，你还记得吗？就是你之前来家里做客，妈妈总做给你吃的那种。妈妈最近怎么样了？还不错。景川，你能不能把妈妈接回国内来治疗啊？还有江鱼和笑笑，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找到吗？你是不是相信我？你觉得我会跟他们一起逃跑？当然不是，静叔。我为伯母找到了新的治疗方案，所以暂时还不能接她回国。是妈妈的病情有转机了吗？医生说还得暂时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治疗方案。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不想让你担心。总之这件事急不得，等一切稳定之后，我会安排的。听到这个好消息，我感觉我的胃口又回来了。那你多吃点。啊，孙小姐已经和妇产科专家会诊过了，您的孩子情况很稳定，只要保持心情愉悦，一定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那我就放心了。啊，对了，向南，你是静川的私人医生，你应该知道我妈妈正在欧洲进行新的治疗吧？啊啊。那以您专业的角度来看，我妈妈苏醒的概率大吗？啊，我不是脑科医生，这方面情况不太了解。这样。好，你好好休息。陆总，这两天沈小姐一直在问她母亲的治疗进展，恐怕真相快压制不住了。陆总，江鱼带着童小小和沈小姐的母亲下飞机后遇到了车祸，沈小姐母亲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江鱼和唐小小现在在 ICU， 马上找人接手江鱼和唐笑笑的治疗，确保他们的安全。给我查清楚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还有，把车祸的消息压下去。你胎教看这么难的书，宝宝看得懂吗？嘘，别这么说，宝宝听见可会伤心的。静叔，你再等我几天时间，我跟嫣然说清楚，咱们就结婚。随便。向北，我能不能不喝了呀？我实在是喝不下了。哎，沈小姐，你身子骨本来就差，这是陆总特意找营养师为你煲的，要多补充营养。沈静书，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别以为怀了孕就能上位。静川哥是我的未婚夫，你这辈子都是一个永远见不得光的第三者。思源，你能不能不要整天以己度人啊？小三上位这种事情，只有你干得出来吧？况且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还不是很成功。找死！向北，请苏小姐出去吧。我怕苏小姐的情绪太激动，伤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那我也不好跟静川交代。苏小姐，应该也不想让陆总知道你来无理取闹吧？你给我等着！金川哥，我知道一定是沈静书那个贱人勾引的你。你放心，这件事情我和我爸爸解释清楚，只要你和他彻底平行关系，我们还能好好结婚。依然，我想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锦川哥，从我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你，我们一起生活了15年，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会给苏博一笔可观的数字，报答他这些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是不是不管我怎么求你，你都不会改变主意？我能弄死你们第一个孩子，就能弄死第二个。产检而已，让向北陪我来就行了。那怎么能行呢？我可是个称职的爸爸。
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给你买瓶水。我等你。沈小姐你好，我想你一定会对这件东西感兴趣。不好了，有一窟窿跑了。金叔，金叔，金叔，医生，快救人！去查是谁给金叔的照片。陆总，请给我查。是。对不起，金叔，我没有保护好你。妈，宋川，我怎么晕倒了？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吃向北准备的那些营养餐。回家以后我一定好好吃饭。静叔，别这样，静叔。静川，我记得在我晕倒之前，有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是印着我妈妈头像的骨灰盒，你说是谁呀、啊？开这么无聊的玩笑，你明明在给我妈妈尝试新的治疗啊，对不对？对不起，你说，别这样。你说啊，你说你在给我妈妈尝试新的治疗，你说她马上就要醒了，你说啊。对不起，静叔，我怕你身体不好。所以才瞒着你。你骗我！你骗我！我妈妈根本就没有死，我妈没死，我要去找我的妈妈。叔，叔。My love, 晚安，就别再为难。别管我会，这已经是沈小姐第二次大月份流产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情绪不能太激动，如果再引起大出血就有生命危险了。听说喝口汤吧，你现在身子很弱，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爱情只是昂贵的。心理医生有用吗？沈小姐这心病，心病还需要心药液。沈小姐，今天天气不错，要不我陪你聊一会儿吧。看到你现在很疲惫，要不我放首音乐给你听吧。静叔，你还好吗？我是江鱼，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阿姨。等我摆脱了陆晋川的监视，我会将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你。在这之前，你一定好好保重。你现在愿意配合我了吗？放他进来吧，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可怕。姐姐别误会，听说你流产了，所以来看看你。跟两个孩子都没有缘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确实蛮残忍的哈。谢谢妹妹的关心，也多亏静川照顾的好，才能恢复的这么快。那静川哥可要寸步不离才行，不然谁晓得也会看见什么照片。果然是你，是我又怎么样？我只是比陆金春早一点告诉你事实而已，省得某人前两天还趾高气扬，做着母凭子贵的美梦。早点认清，知道自己就是一个下不了蛋的鸡，多好。苏依然，这次我自己干。
你是怎么做事的？连个苏嫣然都拦不住。是沈爷爷他。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要出现了。是，滚！让他别走。景川，景川，你不要离开我。景硕，有我在呢。 景川，你怎么总是这样？每次当我想要放弃、彻底死心的时候，你又会握住我的手。对不起，景硕，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现在妈妈死了，宝也走了，我就只有你了。别说傻话，景硕，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 谢谢你，苏怡人，要不是你，我不可能这么快让陆金川相信我。行，吴总，你分布事情已经查到了。这是监控画面的数据，因为年代久远，只修复了一部分的录音。沈金书，你不会以为金川哥真的喜欢你吧？在他眼里，你只是一个对付沈家的棋子，等你家破人亡。 他就会跟我结婚。你胡说！看你这自欺欺人的可怜样，今天我就大发慈悲，给你个痛。你说如果我从这里跳下去，他会选择你，还是选择我？啊！我还发现一个。 黑的事情就是肇事者是金老李和监狱红姐在事发前都受到过一笔海外账户汇款，据打款人都用过加密账户。经过破译，发现这两笔都来自同一个城市，应该是同一个人手里。是谁？我已经让海外公司协助调查，因为时间长的问题，明天就可以收到开户人的信息。知道了。苏怡然，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又闯什么祸了？金川哥他查到了我在海外开设的秘密账户，天一亮，银行就会把我的资金往来记录发给他，那我售卖红姐和老李的事就彻底瞒不住了。你这个蠢货，你是想害死老子吗？就这一次你一定要帮我，你救救我，我保证再也不给你惹麻烦了。哭哭有什么用？ 滚！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吧。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这颗局是彻底废了。金川啊，叔叔对不起你啊！你的意思是收买红姐、老李，几次三番想置沈静书于死地的人。 都是苏怡然一个人干的，金川，叔叔是真没有想到，依然他会干出这种事。你们从小就认识，他本性不坏，他一定是太爱你了，才会。事到如今，我也没有脸再替他辩解。你看在你们从小长大的份上，就饶了他一命吧。啊，苏伯，不可能。 他让红姐折磨我的时候，让老李开车撞我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过饶了我呢？还有我的孩子，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叫一声爸爸妈妈，他就被孙依然给害死了。静叔，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讨回公道。向北。 报警！是，陆总。我要见景川哥，景川哥不会这么对我的，放我出去！苏伯承，你好狠的心！我可是你的女儿啊！宝宝，妈妈来看你了。宝宝。
爸爸妈妈终于抓到了害你的凶手，你可以安息。下一次，如果还能成为我们孩子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爸爸，爸爸以前做了很多错事，让你和妈妈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帮妈妈治好手伤。这样，你就可以穿到妈妈亲手缝制的衣服了。我的手还能画画？我已经找了最好的骨科医生帮你治疗，你一定会痊愈的。怎么了？卢总，食材准备好了。知道了，今天的午餐我来准备。你要亲自下厨啊？这些都是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你看笑笑的男朋友比笑笑多好，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做不同的东西吃。羡慕呀？嗯，一点点吧。不过我觉得还是我的未婚夫更好。我不介意变得更好，等我学几道拿手好菜。金叔，不只是这几道菜，以前我答应过你的所有事情，我都会一一为你实现。好，明天就是陆氏集团的股东大会，我想你陪我一起参加。我。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想起了刚遇见你的时候，漫长的人里，只有你在发光。我们走吧。陆总，您和沈家边事前嫌了吗？陆总，为什么是沈小姐陪您参加周年庆苏大小姐呢？各位陆氏集团的股东。今年，无论对于陆氏集团还是我个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今天，我会在这个难得的日子里，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会将陆氏20%的股权，无偿赠送给我的未婚妻，沈静淑女士。我没听错吧？这20%的股份价值几十亿啊！这女人可真有本事。今天，也是我们相识7周年的纪念日。这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挣扎过，自欺欺人过，但是沈静说，我不得不承认，爱上你就是我的宿命。我不是个会后悔的人。这几天我时常在想，如果能回到过去该多好。不过还好，我们还有未来。以前你总说我欠你一个正式的求婚仪式，但是现在，沈静淑，你愿意嫁给我？将这世间温柔都尽收眼底，山河湖海细流长天不破眷侣，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你任岁月更替，拥抱星河万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宇宙万物盎然春意，人间欢喜，是我偷偷的为你梦呓。静淑，你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中式的还是西式的？或者是海岛婚礼？下个月5号是个好日子，我们就在那天举办婚礼吧。怎么了，静淑？我不想这么快结婚，婚礼一生只有一次，我不想匆匆忙忙的筹备。我的婚戒、礼服都想找人特别定制，还有
你可以找人把妈妈的骨灰带回来吗？好，我答应你。还有笑笑和江鱼，找到了吗？笑笑是我唯一的朋友，如果没有她当伴娘，我会很遗憾的。放心，静叔，都交给我吧。妈妈，你现在应该已经跟爸爸、宝宝们团聚了吧？如果你们四个都还在的话，我们在一起会有多幸福啊！静叔，你别难过了，你这样，叔叔阿姨也不会开心的。笑笑，你说的对，我要坚强。我还没有给他们复仇呢。静叔，江宇让你想一个能名正言顺进入陆氏的办法，最好是核心的位置。星辰，我听说陆氏集团最近拿下了几个东南亚的城建项目。没错，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海外规划项目，又涉及到国际合作，所以公司的董事都比较重视。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忘了，以前我也得过好几个国家级奖项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想重拾自己的专业。没关系了，要是为难就算了。毕竟我的专业也荒废了这么久，还有坐过牢的前科。别胡说，不是因为这个。这次我们会举行一个城市设计大赛，只要方案能中标，就能参加我们的项目。要不你试试？好啊。陆总，城市大赛结果出来了，最后中标的是沈小姐的方案，重生之城。我相信静叔的努力。真的吗？我的设计真的中标了吗？你不会偷偷给我开后门了吧？怎么会？我倒是有心帮你一把，可你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全场一致好评，我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啊，太好了！本来你上次跟我公开求婚以后，我其实特别焦虑。你是高高在上的陆总，可是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沈大小姐了。不过现在都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也可以帮得上你的忙了。怎么会？傻瓜。喂，在干嘛呢？没了笑笑，在外面吃饭。昨天设计方案已经定稿了。陆总，今天就给我放放假吧。好玩，注意安全。静夫。江宇，你的腿。怎么伤这么严重？静叔，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很好，倒是你的腿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能捡回一条命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起啊，都怪我。不，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辜负了你的信任，还害得伯母。不要这么说，我们都是受害者。只有陆景川才是罪人。可是，我看到他跟你求婚的时候，你好像真的很感动。而且你们最近同进同出，大秀恩爱，你不会后悔了吧？逢场作戏而已。对，陆景川把我们害到这般境地，你绝对不能被他的三言两语所迷惑。我不会的。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哦，对了，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不过你要陆氏集团的设计方案做什么呀？你很快就会知道。陆总，不好了，设计方案被人泄露了。什么？什么？群体 IP 地址我们还暂时还没找到，虽然我们在拼命删帖，但还是赶不上网友的传播速度。东南亚政府知道这个事情以后要向我们问责。马上切断项目组与外界的所有联系，给我一个一个查。陆总，那沈小姐怎么办？她也是项目助理。
我亲自去问。静川，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方案怎么会被泄露？查出来是谁搞的鬼了吗？暂时还不清楚，向北正在一一排查，不排除是项目组内部人员。内部？我也是项目组的人，我也接受调查。傻瓜，你可是我未婚妻。可我不想让你难做。放心，交给我就好了。你只需要乖乖待在家里，别让我担心。看来静叔应该和这件事情无关。静叔，陆静川这几天有没有怀疑你？没有，他很信任我。可是，静叔，比起陆静川对我们两个的伤害，他这点信任简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我知道，但是我听说这次陆氏的董事会意见很大，认为这是陆静川的工作失误，还有东南亚政府那边也在问责。那正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是，静叔，你要是觉得后悔了，咱们现在就可以停止的。不，我的意思是，经过这次的事情，可能会引起陆静川的警惕，不然我们先缓一缓。不可以。啊，静叔，我是说，陆静川的背景很强大，如果咱们错失了这次机会，下一次再出手，恐怕要比现在难上千万倍。你的意思是？趁他病，要他命。你再帮我做一件事。陆静川办公室里有个保险柜，装着陆氏最绝密的文件。我这里有两样东西，这是时电的解码器，可以套开保险柜的密码。这个是安眠药，你找机会给他下药，然后把保险柜里的东西拿出来，把文件交给我。现在设计开发部的人除了沈静书，上上下下我们都查遍了，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你竟然不让我们调查沈静书？沈静书她是我的未婚妻，你怀疑她就等于怀疑我。你就算是护短，也要看场合。万一这没有万一，我相信。真是就这样吧，先出去。好，好，好，你是陆总，你说了算。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静叔，你怎么亲自来了？下次我让向北去接你。刚刚董事在外面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不用在意他说的话，放心，有我在，没人能污蔑你。静叔，我以前答应过你，以后再也不会怀疑你，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好好保护你。陆景川，太晚了。要是三年前你能有这么相信我该多好。清晨，我听向北说你这两天忙的都没怎么吃饭，这样下去身体可扛不住。我专门熬了一点粥。你说，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了。你快趁热喝吧，一会儿凉了，你喝了又该胃疼。好。把消息传下去，告诉他们立即执行。嗯，就先这样吧。静川啊，你是不是累了？你这两天都没好好休息，要不歇一会儿吧？没事。还逞强？你看你都什么样了，快去睡吧。静叔，你现在越来越有陆夫人的范儿了。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嘴贫。走走走。好了，你在这里睡一会儿吧，我陪着你。
静川，静川，这应该就是江宇说的重要文件了吧？静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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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可惜在你身边少了一个我，也许有我陪着笑会更多。希望你也曾遇见。亲爱的，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值得，如果爱难免错过，请你相信，也不是谁的错。这可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景川，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我怎么也睡着了？再睡会儿吧，静书。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晚上早点回家。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吗？还没有。向北一直在旁边守着。我没有机会，没关系，那我们再找机会。我到底是怎么了？陆景川对我做了那么过分的事，为什么我还会心软？沈静书，枉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是心软。这次东南亚问责，为什么让你一个老板亲自去啊？这次合作泄露的事情，对我们的合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必须亲自过去善后。静书，我不在的日子里，你就乖乖待在家里，等我回来。怎么，舍不得我啊？没有。是我舍不得你。静书，等我处理好所有事情之后，我们就结婚吧。是。静书，老实说，这次事件对我们的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条、无数条紧急的事件，忙得焦头烂额的。但是我每天回到家里，能看到你的笑脸，能抱抱你，我就感觉到安心了。所以，我已经离不开你了。等你回来。静书，我爱你。你也不必继续表演，再见再也不见。我们最后终究输给厌倦，输给谣言，输给时间，输给未知明天。你说要祈祷沧海桑田，情比金坚，蜜语甜言都没能如愿。接下来该怎么办？难道我真的要跟他结婚吗？静书，江宇，你来了。你怎么了？怎么感觉脸色这么不对劲？身体不舒服吗？没事。你这么急着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陆晋川是不是去东南亚出差了？那太好了，你一定要尽快把那份文件拿到手。可是，现在陆晋川不在国内，我没有借口去他的办公室。你是陆晋川的未婚妻。你去他的办公室，没人敢来。可是，陆氏集团现在人多口杂的，万一这个事情传到陆静川的耳朵里，
就不好办。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只要我能拿到那份文件，我敢保证，他在回国之前，我能让他彻底完蛋。静叔，这是我们扳倒陆晋川最好的机会，还是说，你后悔了？怎么会呢？可我听说你们正在筹办婚礼。陆晋川害死了叔叔、阿姨，还有我这条腿，他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你一定不能原谅他，知道吗？我都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情根本就不可原谅。可是，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在他回来之前，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陆晋川，沈静书是我的。我绝对不让你活着回来，妈妈，对不起，我明明说好要替你和爸爸报仇的，可是我现在居然又心软。陆景川当年狠狠地伤害过我，可是事到如今，我却还是对他狠不下心。到底该怎么办啊？陆景川，就让我们这段孽缘彻底结束。静叔，不好了。我怀疑江宇想杀陆晋川。什么？笑笑，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昨天江宇找我，你要亲自去东南亚。江宇，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南亚不是陆晋川的地盘，更容易得手。更何况，我也不想再拖下去了。那这件事情要不要和静叔商量一下？静叔心软，绝对会念在旧情的份上。可我也不想让静叔后悔，所以只有陆晋川死了，静叔才能彻底的摆脱。死？江宇，你在说什么？笑笑，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自己去办。我找你来，只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如果我一去不回的话，希望你帮我照顾好静叔。晋川。不行，我要给静川打电话。静叔，你疯了？那江宇怎么办？笑笑，我们要阻止江宇，杀人偿命。要是陆景川真的出事了，那江宇的人生也完了。更何况，我不想陆景川死，我舍不得他。喂，陆总，醒了。江宇，原来设计泄露的事是你搞的鬼。不愧是陆总，聪明。那你不妨再猜一猜，我的内应是谁？不可能。看来陆总心里已经有答案了，那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江宇，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离间我和静叔，我告诉你，江宇，根本不可能。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我看到他跟你求婚的时候，你好像真的很感动。逢场作戏而已。哦，对了，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不过，你要陆氏集团的设计方案做什么呀？不会的，就是会这么对我的。别再自欺欺人了，陆晋川。你前脚刚到东南亚，我后脚就知道了你的住处。那你觉得告密的会是谁？你闭嘴！陆晋川，我打晕你之前，沈静初是给你打电话了。你猜猜他是不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我让你闭嘴，江宇！我让你闭嘴！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去死吧！刘总，你没事吧？还有沈小姐提前通知我们。你说什么？是沈静书通知你们的。江宇，我和静书的事儿不该参与进来。沈静书，这么多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心里从来就没有我。好，好，没事就好。笑笑，静川他没事了。静书，等陆静川回来，我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我担心他会报复你，我不想再让他伤害你了。我和陆静川互相折磨了这么多年，是时候该做个了断了。这次我会彻底离开。所以跨国公司的设计方案是你给江宇的？是。那江宇要杀我的计划你也知道？我知道。沈静书，为什么你为什么一边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宠爱，又一边处心积虑地要害我呀？沈静书，为什么？宠爱，景川，你所谓的宠爱就是害死我妈妈，害得江宇变残，以此作为要挟让我留在你的身边，是不是？所以你还认为公安的那点称呼是我错的？江宇亲眼所见。江宇，你就这么相信江宇？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相信我啊，沈静书？耶稣已然污蔑我的时候，你相信我了吗？所以你一直都没有原谅过我。我怎么去原谅你呢？害我爸爸跳楼，把我送去坐牢，现在又害死我的妈妈，我的孩子，你对我的伤害，我这一辈子都放不下。你走吧，到此为止。是我一生，是我一世不分离。是我一生，是我一世守护你。我和陆景川彻底结束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小小，你别难过，我会陪着你。今日因杀人未遂被捕的江氏集团独子江瑜被移送国内，接下来他将接受警方的调查。都怪我，是我害了江瑜。江家和陆家是合作伙伴，他们肯定会保住江瑜的。陆景川会放过他吗？快，什么都不要送。陆总，
江总打电话说跟江明求情，他说只要你愿意放过江宇，他愿意用一半家产作为赔偿，还说什么？还说这一切都是沈阳招的孽，他愿意帮你除掉沈小姐。这么多年了，江家还是这么蠢。马上收回陆氏对江家所有投资，江家的事是时候结束。静叔，我是江玉的爸爸。静叔，叔叔当年做错了，对不起你爸爸，也对不起你。但是江玉是无辜的，你帮江玉向陆总求求情好吗？说到底，他也是为了你。我知道。向北，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们能不能放过静叔？还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抱歉，沈小姐，老板的感情我不该过问，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他怎么了？静川，你在吗？静川，静川，静叔，静叔，静川，静叔，静叔，你来了，静叔。为什么我每次做梦的时候都能遇见你？你说什么？这样也好，至少在梦里，你是属于我的。你喝醉了？对，就当我喝醉了，所以别拒绝我，就让我做个美梦吧。就让我做个美梦吧。有意思。你怎么来了？向北说你最近经常酗酒，所以我……向北，越来越多事了。不关向北的事，我唯有事想跟你说。什么事啊？陆锦川，你能不能放江家？你说什么？所以你来找我，就是为了给江家求情？江叔叔给我……江叔叔，沈静叔，你是不是忘了？你爸破产，你的江叔叔不仅帮了我很大的忙，还分走了你们沈家一大把家产，你是不是都忘了？我知道啊，但是江鱼他是无辜的。又是江鱼。沈静叔，我告诉你，江鱼如果知道那场车祸不关我的事情，他就是为了绑住你不肯告诉你。你怎么想？他也是为了我。沈静叔，江鱼他到底有什么好？你就这么信任他？那我呢？啊，是不是在你心里谁都可以对你好，谁都可以原谅啊？顾景川，你没事吧？别碰我！沈静叔，我告诉你，就算我死，我也要把沈江鱼给我陪葬。向北，吴总，不想看到他，让他给我滚。沈小姐，陆总情绪太激动了，您先走吧。那你好好保重身体。滚！今日，陆氏集团总裁陆锦川先生因病入院，网传陆先生此次入院是由于酗酒过度，对此，陆氏集团暂未做出任何回应。如果你实在担心，就去医院看看吧。嗯。我是江宇的妈妈，可以出来见一面吗？上次在陆家是我错了。江阿姨，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你和江叔叔对我造成的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弥补。我对江宇有愧，但对你和江叔叔，我只有恨。江宇的案子马上要庭审了，
按照陆晋川的意思，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但是，他说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虽说他做了很多错事，但还是祈求你能见他最后一面。我跟你去见他。那咱走吧。好久不见啊，沈金书。虽然。开车。在监狱吗？为了获得这次保外就医的资格，我可是花了不少力气。不过幸亏有江阿姨帮忙，才能这么容易把你这个蠢货骗到手。你骗我？骗你？骗你？骗你算什么？你害了我的儿子，你还要害我江家破产？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行了，留下还有用。金叔，我们做个交易吧，只要你能让金川哥过来救你，就放他，怎么样？吴总，你心脏非常不好，要控制好情绪，节省静养，这段时间千万不能受伤。如果引发心肌炎，恐怕你要进行环形手术了。金川哥，好久不见啊，看这是谁？你不是有话要对金川哥说吗？说呀，说呀！陆晋川，一小时之内成交树林，晚了后果自负。你怎么说呀？虽然我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我如愿。陆晋川会不会不来了？放心吧。你一定会的。虽然我来了，你马上放了静书。静川，静川，静书，这个傻子，你怎么来？你在这儿，我怎么能不来？真是郎情妾意呀、啊。死到临头还你侬我侬，真让我恶心。苏依然，让你去坐牢的是我，和静书无关，你快放了他。他无关。晋川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那个时候我们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我早就嫁给了，我们也会像现在一样恩爱。就是他，你的眼里就没有我了。依然，你是我的妹妹啊！就算没有心，不要当妹妹。不过这些对我已经来说不重要了。你们伤害我，要一比一算清楚。见个熟人吧。苏伯伯，苏依然，你是不是疯了？居然对自己的爸爸动手！爸。他一个卖女求荣、关键时刻推女人出去挡罪的老畜生，他有什么资格当我爸爸？来吧，告诉他们你都干了什么好事。晋川，救命！他想害死我！嘿，老畜生，现在还想害我？你有什么事冲我来？陆晋川，居然有你这么蠢的人，居然把仇人当恩人！说什么？晋川，别听他胡说，还想挑拨咱们两个关系，想害死我！闭嘴！陆晋川，当年你爸去找沈孝文周转资金，可是却被这个老东西骗，签了抵押合同。所以当年害死你爸的根本就不是沈孝文，而是这个你当做恩人孝顺了十几年的苏国成。这就是当年的合同。你说什么？怎么，还是不愿意相信啊？那我今天就大发慈悲，让你看看苏伯成的真面目。
陆锦川还真和他老子一样蠢，当年陆成不听沈孝文的劝，被我骗得底裤都不剩。陆锦川现在又中了我的计，帮我彻底解决了沈孝文这个斩草除根。依然，你要快点拿下陆锦川，结了婚，他们陆家的财产就彻底逃不出我的手心了。苏国昌，竟然是你！秦叔，别这么叫啊！陆锦川，你这个杀人凶手！你害死我的爸爸，害得我家破人亡，你还口口声声说他是罪有应得，结果呢？他是无辜的呀！对不起，锦叔。陆锦川，对不起。谢你，陆锦川。我巴不得你和苏伯昌都去死。好，很好，终于让我看到这一幕，陆锦川。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在你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亲手杀了你的亲人，还杀了你两个孩子。现在我把他们两个都带到你面前，我想亲手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来，在你面前杀了他。对不起，杀他！我已经没有脸面去见你了。杀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还等什么？杀他！快去，攻击他的心脏！啊！该死的是你们！锦川，你没事吧？锦叔，我……我们的事情一会儿再说。锦叔，我杀了你！不不，我杀了你！我杀了你！锦叔，我这条命赔给你，对不起。陆锦川，陆总，陆锦川，陆总，下属检查部。夏小姐，徐家妇女和佳玉的母亲已送到紧急了。是什么东西？陆总刀伤不是致命的，只是他的心脏这段时间太折腾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医生已经为陆总做了心脏搭桥，只是他什么醒，要看他自己了。什么叫看他自己？你们倒是救救他！小姐，冷静点，你身体也很虚弱，你是陆总精神支柱，千万不能倒下。不能倒下，我还要照顾陆晨。星辰，你起来啊！你还欠我一句道歉，还要你亲口对我说。陆锦川呀，之前总说你忙工作不休息，这下休息的够久了吧？夏小姐，向北，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夏小姐，这是自从罗总在东南亚受伤之后，也是那时起，罗总在律师的公然请求下，起草这份五险诊疗书，吩咐了，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把这个东西拿给我干什么？警察，你现在不还好好的躺在这儿吗？夏小姐，我不要钱。我只要他活着，出去。锦川，他现在在休息，我不想吵了。陆锦川，
为什么我们两个之间永远都是你在做决定？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现在还自作主张的留什么遗产？你以为你把家产都赔给我，我们就两清了吗？陆景辰，你醒过来好不好？你醒过来，我们就讲。